Uno Eyewear 潮牌眼镜店举办了一次 VIP 专属体验 party， 来看现场报道。6月10号晚 ，Uno Eyewear 潮牌眼镜店在 Queen's Arcade 举办了一次 VIP 专属体验活动。Uno Eyewear 潮牌眼镜店新西兰奥克兰分店，自从今年4月开业以来，一直备受当地时尚年轻顾客们的青睐和关注，同时也掀起了大家对设计师品牌眼镜追逐的小热潮。活动当天，展示橱窗焕然一新，芬芳美艳的鲜花更是笼罩着整个店面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在现场，带有 Uno Eyewear logo 的签名版、帅气的 DJ 伴奏、时尚有型的模特展示、精致的伴手礼以及可口的西点和美酒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一位来宾都佩戴着其独特的潮牌墨镜入场，并在签名版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作为纪念。当天，由品牌总监 Mandy 感谢致辞拉开了整个活动的序幕。活动内容主要由新品展示以及幸运大抽奖两大部分组成。最后 ，Mandy 和大家一起切蛋糕庆祝活动圆满结束。Uno Eyewear 代理了40多个国际品牌，主要代理国际知名设计师作品，其中更有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引入新西兰，可以说是独家的品牌合作，在奥克兰有独一无二的优势。Uno Eyewear 无论在潮牌行业还是眼镜行业，可谓是异军突起。短短5年时间，现已拥有上海长乐店、新乐店、新天地店、杭州店、新西兰奥克兰店，成为潮牌眼镜行业的知名企业。Uno Eyewear 立志为顾客带来个性独特、走在流行前端的产品。除了有高质量的产品 ，Uno Eyewear 还设有免费清洗、抛光等售后服务。